您的社区、您的社区、您的社会，拢无因为你如何存心有获利啊？咱你嘛台湾这或者流氓政府敢弄者，讲大家拼命读者、拼命赚钱，拢家己一口罩咧享受尔。外口放狗屎、空气歹吼，拢无要差。你去日本也安尼嘛，你去欧洲也安尼嘛，买啊。你看美国人个比尔盖茨还是贾伯斯，还是迄个巴菲特，伊钱99项拢唔是官。咱即用中国人用官讲，好像要慈善是，伊毋是，人个就是讲，我赚的钱就是，即、這個、社会就是跟阮兜共款，我爱去甲改善我钱意思。啊，阮后摆阮的子孙也可能伫即个环境下享受嘛。啊，咱台湾有中国文化，拢一代要传给后一代，也像我用亲啊，第二代就小了了去了。有无？迄有名对无？啊，你政治人物，我讲有政治人物，几下也是拢甲第二代着。你看，迄胡志强，迄女儿叫做胡婷婷嘛，吼，恁知吧？吼，顶叫。因为我在金融业服务，因为阮发现他这家可能信用会出问题，所以我们去查他的资料。哦，当然我没有，我是他从他爸爸那边到国外留学到英国留。你看你们在这里比比好吗？一亿多，一个人，你孩子搞了一亿多。对台湾都没有帮助，对他家里面有帮助，这样对吗？要是我一亿给我，我弄比王永庆还好。你看，咱台湾的习惯文化，啊，不止哦，有胡定一的事情出来。我们现在中产阶级里面的家庭小孩都是这样，养尊处优了。哦，像我住伫我住我每天4点外同阿邓，我看淡薄邓咧，我咧路边啊那游览车咧坐台，学校附近，新的学校，又迄国小。啊！伊4点下课嘛，哈，咱家有小朋友，伫上课都4点下课嘛。啊，游览车个在打哩啦，在打，在游览嘛，唔是啊。要过一条街，要补安亲班，补英文，补数学，过一条街而已哦。你看，啊，这父母家拢无直接性嘞，讲这小孩你安尼后摆，查甫查某结婚出来又繁衍下就无啦啦啦。恁惊走一条街到对面另一条街，啊，恁唔惊伊讲哦，闯红绿灯小孩子太危险。连这个风险都从小不敢教他，你阿爸要讲，你我伫遐读册，美国人美国白人咩来甲你逼这读册？因为互恁中国东方去读嘛，啊你阿爸拢做因下卡，人叫你啥？你硕士博士叫你做啥？所以咱拄仔咱班主任对啊，恁即马落来，唔是要甲这个流氓政府内底了学什么选举，要变什么里长、村长或是什么省长或总统？恁即马落来就是要去即马吼，流氓政府甲你培养出来，迄什么硕士博士考公务员，迄较早关中公务员，恁党关公。无恁也来考啊，有无？哦，无叫恁即爿考入吧。内底都真正个国花会内底拢一大堆个人才伫啊。恁入去免去个学伊款个专业，你去就甲讲，你免呾甲报告。啊，搭一个方案着，安尼就好啊。你爱有胆量就好啊。啊，咱受中国文化拢无咧胆量，惊拢让人啊客气，啊其实爱食干个，毋敢讲。啊，伊中国来因食干个，因无半撇。因较早来，你知无？阮公阿甲讲，因来安尼，产业过来1000人，过落来阁多忙过来，迄拢，况且拍听，迄老前辈个知啦，夹一个过来咧，啥拢无。啊，落来伊就看到日本，哇！日本老一只迄军工教育，只拢喊你穿西装打领，但拢有撇车。伊来讲位置要让给他，他美国委托伊来嘛，啊，所以伊就马上好像变总经了，总经开始，我要开始穿西装啊。就开始坐迄个日本留落来迄官员，坐了就感觉在上班，啊，就伫遐看。啊，咱到28年来，就是安尼去接去。啊，因来一代都安尼，高衫穿西装，啊，其实脑袋是空空。你看，即马即几啊即群即顶人，你胡志强那一种，啊，你即马看者，恁即现在去在做这份社检，简单性去都可以赢他了，不用去跟他们比什么会计华丽。比什么电机或是医学不用，你去了，你这些人硕士博士每天都开会啊！你讲什么？因为我在证监会，我每天主持那个证券投资，我的研究员硕士博士一大堆，管理所属你跟我报告，你的台积电它是什么产业，你跟我讲清楚。因为人听你写出来报告，投资人可能是5000万、1亿要买进来的，啊，像这国家，像这个台湾这个政治大局这么大，容许你一个什么小小公务员？考一个联考啊，像那个蔡小姐这样的啊，那个历练都变成什么什么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，诶，会做恁那个恁囝的某都拢也袂用你啊，连资本都袂晓，你知啊？咱台湾就是家己无报啊，啊，咱即摆有啊出来家己讲，怀疑间都变哦，迄间什么咱讲讲，这旁边溺毙啊，在水里面溺毙，啊，就要一根稻草过来就拔出来，
啊，看了唔对，咱再去啊，这老师来讲，咱脑部本来都是会有残缺，你看透过眼睛看见脑部会没办法正常，你会判决错。啊，你搞那些稻草，本来地草啊，其实人家不是稻草，就点灰刷，本来是没事个，点灰刷不觉得都等死啊。台湾那家呢，都无迄智慧，就是我怎么当了要用脑。啊，我唔是咧批评讲你人是好人无好人，因为人好歹到尾拢是由脑来对。啊，咱受中国文化，拢无去注重咱这脑，咱拢外表。啊，我刚才直接开口讲讲，咱可能就是讲查某诶，较青春期的讲注意这个，啊，都去买什么可以吃下去，可以这边安那安那诶，啊，先逃牌。我看在座应该都有被广告啊，男孩子到某一个时期，坐边啊，去到学校里面都跟同伴的共同会开机，会安那安那，啊，都要去吃迄个小精灵。啊，我即马一个问题啊，咱研究科学的，你要有一个举一反三，还是一个触类旁通嘛？西方人都这样啊，西方人你看他现在在他们沙漠研究，然后要到那个木星、土星这样啊，啊，用这种比邻嘛。啊，你闹呢？你闹你敢讲？你即马讲啥？讲要训练你的脑？中华民国现在给你的，李旺政府给你的教育体制，从幼稚园到你，像有些这边有前辈，你这样六七十年，他给你教什么训练啊？你这么考虑那些课本知识，那种像我这样教授教进去，你们都用来考试而已啊。啊，其实以我的经验，以我去研究分析，国中、高中的你好好学习，把那个发扬，但如果讲第三回要如何重新发扬光大，够用了啦。啊，那其实我等下讲，我比较。数理那边来讲哈，其实咧有咱拢无去遐用，无去遐用，所以你脑筋无判开，脑筋无判开，就接紧去有别人甲你讲好听话，你就用感情情绪带入，这台湾人的特殊，你白人不会这样，白人，所以你看，你同样那段时间，咱台湾有发生那种诈骗集团。你看案例咧，竟然有公务员、有博士被骗了。你这美国哪有可能发生这样代志？你白人说，那你去怀疑了，你打电话怎么相信他讲的话？啊，这很奇怪，这个可见是脑部出了一大问题了，脑部出问题，所以我要脑内革命。哎、欸，那脑内革命是你跑掉了？你休眠了、哦？哎、欸，休理啊？休眠，来来。你点闹休眠？啊，自动休眠啊。好，拍摄，我即马拄仔即点出来，即真重要哦。你难讲，我讲你心内都无，咱台湾就是安尼，人家讲吼，跟医生来讲，你都真正多癌症，家讲癌症，你讲啊，你哪个讲癌症？你讲你也讲好听哦，你真水啊，你真健康诶。家讲你就真正台湾的问题嘛，即马台湾的问题就是安尼啊。咱即靠台湾人已经破病破六十八年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唔知影个滴，啊，所以恁来拄仔班主任讲对啊啦，恁会来就比伊个1800万的吼、哦，健康啊啦。啊！即马过这放三天什么春假，迄都无健康嘛。脑筋，我讲是讲脑筋无健康啦，唔是身体。大部分脑筋啊健康，身体就健康啦。啊！哎、欸，日本研究的，我研究人脑到25岁成熟，脑哦、喔，到25岁才成熟。啊，正常状况下哈、喔，人的整个身体的生命是脑的5倍。安尼偌济？25×5偌济？啊，那有啊，咱即马台湾有啊，八九十岁都讲长退休，啊，伊大部分拢出来啦，大部分你看会破病，对顶几下讲几下拢安倒去，伊大部分都工作郁准，就是脑郁准嘛。啊，其实基本的身体哈、啊，各部门都够用了，造物者给你够用，像电脑里那些零组件什么都够用，大部分都是迄个西槽里面的迄个地方出问题了，都电脑就卡掉了，所以脑最重要。但是咱台湾人红压抑68，脑都压抑。哦、家庭压力、考试压力、啊、其实咧压抑那些，到最后人生也是走不出什么迷途啊。到最后就用金钱啊，啊用金钱来比啊，比一比也没什么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，没有那创新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就这样就要求下一代啊，啊下一代一样啊，你爸爸，你就是你爸爸的下一代，嗯，没做好，
啊，你是要要求你的儿子要交钱你媳妇啊，结果一直在那补习啊，游览车把他借来借去，闹出了问题啊！你坐在那边闹也不用是拿起来去说要解剖来弄啊，你闹要怎样弄？好，啊、我先介绍哈，你看这今天的主题啊，解决台湾问题的脑内革命，哇，这是一个破题了，破题啊！这跟主公你在延伸一下，你的另外一半问你说，那我们现在家里遇到这种问题，公司遇到这种问题，那你要知道什么叫问题了，你发生什么问题要知道。不要说连问题，不要说刚才你讲医生给你专业给讲你是得癌症嘛，所以问题的你是癌症，起码如果你个人可能讲啊，我是感冒呢，我这边刚刚不只只讲感冒，第三天就翘起，我这些啊，就这段时间路啊，你看看，啊那感冒一个讲感冒，第三天就无去啊，哦，伊唔是感冒，迄款是很毒的病毒侵犯到体内了。所以你脑内台湾的问题啊，还写个照片。这破题啊，对的，其实今天啊，照片。好，先看这个。咱用脑的这个，你别看你居住的空间，这西方人都这种观念，逻辑跟地理空间，咱东方人很差。你怎么看的？就从外太空从太阳系，过来看咱看咱台湾，你是台湾内底啊，怎么看？挂到恁兜迄户口、迄个户顶内底厝咧，挂袂掉啊！离婚离婚的啊，重复吼，买厝都买掉的。啊，其实你挂地，挂地要顾好你厝的风水哦。我做国家一定把大环境顾好，就免惊讲惊无孙无通啊食的。啊，拄啊这看你咧讲，咱在座七八十位、五六十位都是来自刚才地球上。战嘛，咱伫地球上六十八年前发生一个代志，哦，世界大战、太平洋战争，两两万支弹落，互咱转胜为败。啊，另外一个隔壁个大国家是转败为胜。啊，萨国王派来做咱总经理做阿当。哦，你无遮讨厌恁公司的总经理有啊？有啊，遮讨厌哈，有啊，遮侪拢安尼啊。啊，就算不讨厌你公司的总经理，你也讨厌你家里面的迄、那个，卡达隔了唔就隔了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。哦，我这时候很后悔，一样台湾现在也面临了，到时候你别挂照一次，这中央你怎么照啊？一共这公司怪，哎，您家有投资股票还是公司run公司的？公司是总经理的，还是董事会的，还是股东大会的？总经理的吗？除非总经理他本身也是股东之一，这个是台湾人学中国文化，只要讲到。总就把他认为说，他只是管理。跟总经理用请给他做总经理，像我去做总经理，公司不是我的啦，我是底下负责管理尔啦。对哦，你怎么这么马英九、陈水扁、李登辉，这拢只要做总经理尔啦？哎呦，拜托！啊，你那个抢，你个弄起也无坏，所以讲做袂到，做袂到。总经理的话，都要去改变董事长、股东大会要决定这公司的经营，而且旗帜要改到可能，无可能嘛？咱这个不用学。迄、那个叫做华理，你从一般民华里面都看得出来嘛。干脆恁兜有请迄个东南亚的帮佣来啊，啊帮佣才熟啊。嗯，难道你家是那个帮佣的吗？哎、欸，可怜港片啊，迄、那个帮佣可能很好帮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大家拢在做哈，吼、哦，好好试炼的哈。啊，能把咱这外左右邻应该无程度，一个帮佣会同啊，这一定要做大了，如果哎，这间公司已经出了意的，恁把台湾都犯这个毛病，很糟糕。人家董事长、董事会、总经理、那个股东大会，你拢看袂到啦。啊，你每人家上班，我看到总经理，啊，你以为总经理就是上大？我爱改确定，总经理是一个管理者，他去董事会请他来，啊，你知无？这个确定。所以你怎么选一家？你刘王正要选总统，迄拢选人总经理是用选的，把总经理选出来安尼尔啦。好、哦，这了解哦。啊，股东无选的啦，股东你说，咱的股东怎么谁掌握？股东大会谁掌握？美国掌握了啦，啊，真正的这家台湾这家公司，日本天皇的啦，伊老八年前战败，跟上咱家庭阿公阿爸做生意失败，让迄个债权人来甲恁兜鸡仔鸟啊掠了了，
你东边一块，西边一块，给割掉了，啊，你知无？咱台湾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即马恁大汉啊，啊，阮安尼较早起红安尼四分五裂啊，即马想讲要甲考转来，考你也有法律啊，你免讲你送钱安尼，就许无法无法律无法。除非王永庆伫外口生罗家嘛，到最后人家是用法律认祖归宗嘛。啊，法律假鬼，因迄正黄拢没笔条，拢要分享他。对吧？您到可能也是安尼，你嫁出来，您娘家搞不好都有一份你的权利在那边啊！啊，你唔知啊，你就去由您娘家兄弟来吞了了去。好、哦，啊，哥你夫家就给你骗，啊，你嫁我就是我的某啊，你跟娘家无关系啊，给你骗了，你唔知讲讲。咱台湾这么广告袂歹，来讲啊，这么这李广忠明来讲哦，恁台拼啊，不要读册啦，拜你就光有光明了。那有可能你个读过科学的人知道，哎、欸，以政府的观点和社会上创业啦。你以公务员来讲，譬如某一个领域，他一年考一次，里面假设要录取三个，那有一百个人考，我就用一个假设命题，物理统计学，一百拢考一万分，拢考满分，啊，一百拢会掉吧？三个啊，啊三个来，这种里面一定他们会去调查，说哪一个比较属于他们中国特性的人，他会录取他面试。啊，其他好，九十七人都没有录取，那九十七人都是八代吗？都没有能力吗？啊、政府就不管他了他就要到像那个流浪老师的家呢，哎，该鼓励你们来考啊！哎呦啦，大学联考打你扣啊！哇，这二十三几年打你扣，哇，你去为什么就这么，哦，跟流浪狗一样，到处都是硕士博士，就变作安尼啊！你一想到安尼就好有呀，你就屈出啦！哦，你看得出来，你要去美国白人社会啊，虽然说景气不好，但是人家脸上充满了那种喜悦出来。台湾不是，你不管有钱没钱呢、啊。这走在路上，像我们上班，我现在都是不开车，好几年没开车，这样结印了啊，每个人在愁眉苦脸，啊，但在讲话，你的公司可能较怕病，啊，我的公司，我的华大华在啊，我看存在在座很年轻啊，啊，姐弟啊，啊，迄露天工作会有什么害哟？啊，为着三万块、四万块，得坐十，别来八点钟啊，假如讲空口无话吼，啊，妈啊，要缴房贷，老婆无钱，会跟人家离婚啊，所以我得撑到，啊，后来我体谅啊，我说我这个重了，赶快啊，四点就赶快离开了。啊，甚至回来跟他讲，你们走，不要再坐在那边浪费了水电了。你们坐在那边，我年终奖金都不会给你多一点了，因为我是西方的交易，我要的是你的绩效了。啊，不要写中国文在那边拍马屁撑，啊，你老爹要浪费我的水电，马桶都吹冷气，啊，在上电脑，以为在加班，啊，最多直接跟他的，online 三奶在那边 MSN， 对不对？啊，我说你别 MSN 跟叮叮刀用你的电脑，卖用外电脑，对不？啊，这就是一个脑内革命了。脑内革命哈，好，我多了，哎，设备换你了。因为电脑啊，这因为线没办法拉到这边来，所以我同我请来做了好表情。我这今天用的，好，对。啊，我多啊，咱班主任甲介绍我的名，对，我是迄个台语是Tim， 哈啊，一个北京话是迄个叫做啥？陈，哈，耳东陈的陈，把它发，哎，好，这个李 Tim， 啊，我伫网络恁老看，我十几年来拢用这个在网络上，哦，早上会爬山，爬完下来，都是我要去爬山，给我电脑打开，它自动会播今天的全球的各方面，因为我投资了，都经济的、啊、政治那个更不用讲，那。会播出来我听，然后我在那边穿鞋子、穿运动了，就大概十分钟就整个都听过了，啊，就出去爬山，爬山过程我就在上班了。所以你们已经看到网络上应该有人有没有举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网络上《自由时报》《苹果日报》那个这两个报，我经常都会去评论他们的社论，啊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我不是用那去上班赚钱，那是我的兴趣，但是你跟人家就你搭最高，赶快呐，啊，滴下围棋一样啊，我就用这个脑内革命啊，我如果讲。查甫要坐咧，啊，查甫要啊，这边闹呢，啊，我来用车啊，我来用车啊，啊，无恁搞，我来问恁，恁训练恁闹，你们现在用什么方法训练你们闹？读数学、物理嘛，啊，愈读愈戆，啊，中国文化，中国人随便把骗一下，你们就，啊、民进党随便把骗一下，啊，恁就拢倒回啊，我们2300万人决定，干脆由我们这边80个人决定就好了，咁啊，对。你若相信啊，迄讲查甫囡啊、少年囡啊，哎，迄外口的。搞到女朋友啊，都甲西龙讲，咱家搬出来住吼，啊，暗时要做啥吼，较袂去哦，是大人甲咱偷窥，
啊，要叫较大声也免惊。吼、哦，安偌爽呢？即摆民进党是毋是心态？啊，恁公啊，恁爸啊，你这什么摩托拢袂发，你甲处理，我三工你落去，你的国什么什么那个朋友把你吃掉了，对不？台湾人都去去用那崇尚什么独立独立，如果咱交男女朋友都要，赶快出去跋出去，莫甲大家大官做做伙，就是讲民进党这个心态啦。啊，你咱家到前辈，你有惊后恁惊迄做兵做东啊，连去做兵也无，我读册毕业，啊，就要出去独立啊。独立，我看免理啊！我来讲，阮死个菲律宾就是安尼啊。菲律宾较早都常常叫啊，美国我都要走，啊，你就走华丽城市就独立啊！你看，怎嘛？啊，佫边个就当地文，像阵西班牙殖民地也要放弃伊，就第二天马上宣布独立。啊，结果迄宗主国因老爸都讲奥袂加好啊，讲互你杀做堆，也是讲互你独立。隔天，第九天，隔壁一个大国家叫谁？你的隔壁大国家是谁？那怎么？咱台湾的中隔壁大国家是谁？四一个连那个谁？不是啦，印尼啦，挥军进去把他占了24年，结果里面屠杀。后来到最后没办法，联合国介入。伊的过程就是讲，伊第二天马上先独立，伊无甲因老爸宗主国西班牙叫伊先让我独立。西班牙国王就已经啊，好，让你独立，啊，我无甲办理正式的上座堆。应该从咱较早迄新妇好无？啊，都恁厝的人，哎，正式要杀做对，才变做咱厝的新妇嘛。跟咱男夫家这边男子结婚才正有身份地。哎，无咧，新妇还没有新妇，伊就即小伊就甲厝的查甫呀，暗时去舞戏啊，糟糕啊！印尼派兵打战后是变成他一个省，就像台湾这样被那个蒋介石托美国委托他当总经理，把人家变成他的。啊，咱这帮东西这。总经理变成当巡逻啊！你不管硕士、博士、专业，都在当巡逻啊！弄胶水嘛，胶水人顶人啊，因人你享受啊！啊，伊假如讲咱直接挑战他，都养伊程度啊，讲迄啊，无恁也来考嘛，逐年都咧考啊，考顶人咯，都让他直接不会受到冲击，因为顶人就公务员绑掉了，是吧？那公务员这样都不讲是非嘛，他们点点啊，啊，你就对迄个核心有帮助了嘛，都唔讲了。啊，你从希腊迄公务员都全部跳出来，哇，你政府马上垮台，对不？啊，咱种民政府家都是讲依照法理啦，法理来讲，安尼就知啊，就要脑去接受法理，唔是你这人，唔是你这个人去接受法理，跟住电脑是内底要去把一个软体程式下载储存起来，然后安装，然后启动电脑才会跑，啊不，挂你电脑表面啊，电脑都也要造吗？刚从这本册是迄个软体的知识啊，啊，等放放伫恁的书桌上，我咱写中国人拢书一大堆，放伫书桌上，啊，来朋友介绍我拢看，我拢惊你啊，我叫啊，有读啊，有读也毋知读会晓也袂晓，毋知啊，所以我不要，我就是很看不起那种家里摆很多书，迄书看够吼，简单就把它丢掉了。你讲啊，林志升，你这本册简单的浪费我的书桌，啊，我一天就读完了，你哪敢挑战？啊，咱台湾人咱就进步。哦，迄啊，恁都出去吼，恁这少年出去，甲恁，你个无来安那达安尼达，我都讲个，你要继续甲落交往，你去练华语啦，你袂晓我甲你写出来，囡仔拜都，我都讲无华语，电脑无迄讲你空空啊，啊，大家在打电动玩具，啊，那我找另外一个人去结婚比较好，无我都很看到你这，甲你出来了，啊，大家在请你什么情人节大餐，啊，无就去看101烟火，啊，无就底下底下什么看黄色小鸭。你嘛，恁即嘛少年咯，啊！你嘛你当什么？你这只帅哥，你当吼，甲恁某讲，还是甲恁囝仔讲，紧来上，唔知恁会讲欺负啊？啊，对无？另外别骗啊，唔知你怎怎样啊？我都讲啊，我读这读到硕士博士，主要对人欺负啊，拢没用个啊！连拄啊班主任咪讲，这硕士博士拢没有恁用个啦。啊，恁嘛就学再大就好啊，再大你知无？我讲啊，人个硕士博士啊，还佫较早什么李广志关联啊，我都袂改变。你唔是你嘛混？混了就是美国的，我美国连看的影集啊，是希望人家特别任务的时候，一个士官长完成一个任务，旁边就有很多各个研究单位、学校、硕士、博士都听他指挥嘛，有嘛？哇，你们经常看到透了。啊，咱东方文那种啊，要硕士来、博士来都回，咱这都唔敢讲啊，都回去啊。啊，迄个硕士、博士咯，啊，都表现讲伊较厉害，啊，都我别讲啊，我讲遮大声，啊，其实叫伊做拢袂晓做。这概括了脑内革命概括哈、啊，我你听，啊，
啊，汉字叫做李琛，哈、啊，而、啊、不是李生，哈、啊，阿爸见你叫李生，我拢会回应啦。好、啊，看到一个霸凌一家银行，被他两百多年被一个李琛搞垮了，啊，就是被我搞垮了，但是我又把他撑起来，哈、啊、哈。啊，我今嘛在台湾民政府这个台北市这边当规划厅长，啊，规划厅长，等一下我会讲到，规划很重要，就脑部里面有个区叫规划，但台湾这方面很差。就我们台湾人大部分啊，大部分哦，讲大部分哦，统计学里面的常态分配里面，大部分是都不会规划，就是在那烦恼而已。所以大家民拢安前身事嘛，那就是无规划在安尼，大家在烦恼，就烦恼恼，那个恼是哪一个恼？不是那个恼，烦恼都心智不，所以那个浪费能源，啊不每天吃大餐啊，住啊弄些烦恼那，哎，氨基酸都浪费这边烦恼。啊！你动脑，动脑袂弄到哦，迄氨基酸用个拢，规个人拢哦。你看西方哇，你看啷个？好，我袂来讲哈。啊，伫中央遮我是经济产业省，就是迄、那个类似于即马地方政府里面的经，迄、那个经济部啊，与迄个国发会。啊，这个省不是我们台湾省或是什么福建省那个省，省是属于诶政府组织里面的部门，像美国诶、日本迄个通产省或外务省，啊，那个是一个单位。好，啊，咱迄个副标题，这里记起来，这里很大公司，这国小里头，我迄数学函数很简单 ，y 等于 s 加一吧，好、啊、，s 给它一，啊 ，y 就等于多少？啊，对啊，这个就从小就教了，啊，过来，民进党给你零，啊，你竟然给他，你回答给他二，很奇怪啊，你就脑你不会判断，你就不会判断，啊，就从小国小就训练了，就不用博士啦，不用硕士啦，你就请硕士、博士，因为那读册公公，所以他赶紧拖去啊，讲靠山猪、小猪养起来，就是变成民主国家。哦，安尼吼，阮家阮爸饲遐济猪，老早阮家就变成民主国家了。你有啊？你拢去饲猪嘛？哈，三年前去饲猪，饲个肥肥肥，人迄个肥肥肥，恁只只安三三干呢？有啊？你不要大刚穿肥肥肥，有啊？啊，即摆大家要做选，要选拢大拢肥肥肥，拢变肥的，迄就是无代志，则轻松的，赚钱则好赚的嘛，敢骗骗咱？订单就会啊，订单就是咱的选票啦，订单就是咱的选票啦。因若无迄个订单，因就死了了，迄、那个公司就死了了去啊。恁个订单逐工花，啊，迄、那个业务员来甲你催啊，啊，无你无选好我，你要要别人，有无？啊，恁人当时要甲伊骗来讲啊，我爱你一世人，我三年我大家走去包我奶，我到中国，我到这边闯事业，为我们的家族闯事业，结果这边包三奶。对不对？啊，那么用中国就用那个奶的模式来吸引里面的男人去啊，啊，起码又吸引更大了，啊，好，阿弟介绍过哈，这是传统式的，传统式的，啊，今天就点到玻璃块是面向麻烦。好，多黑的副标题：建国方程式，南博公方程式吧，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版 ，y 嘛 ，y 就是咱国小学数学讲 y， 你要达到什么？那 f 就是函数啊，我。F 其实我都跟你们闹，啊，如果跟你们闹啊，如果说在公司，在迄个工厂的这些生产线，总共我这部电脑是不是有好多个零组件组成起来？啊，你零组件把它摆起来，它就上帝会帮它电脑传出来嘛？不可能嘛，一定有一个生产线把零组件组装起来。啊，这边赶快呐，你这边，哎、欸，这边，这用这个哈，你多少来的哈？这个函数其实你。国小六年级、五年级就写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老师改数学，还是来改国中改个 y 等于 s 加一？呵，是后来高年级之后是多变量还是哦次方程式 y 等于几次方加？我是训练你的头，但是咱唔是啊，咱讲我拢你考试越考试考好就会晓啊，这拢唔对。你知道这就是讲，你这个 y 因变式，因人家变动，就是一个产品要出来。你现在给它原料，给它人力，给它什么啊？这些一样啊。你经过这个生产线，你又生产出 Y。同样，你现在生产这个国家这个产品，你要有一个程序。那你现在他们规定说，生产这个国家产品，一定要一个是人民嘛？哇，这种不管你社会系有什么，像包括你的家庭，你要成立一个家庭的是要这个基本的构造啊。两个男女在一起同居在一起，可以当成一个夫妻吗？啊，你要有领土啊，还有政，这考试的很简单，这个都会考，这个很简单啊。我不会像说有些用论述啊，用语言的，我就这个你记这样就对了，你就马上就补进去了。人家说啊，你 S 要 S 外用什么补进去，脑筋马上补进去啊。希望，结构性数学都是安尼啊。我教你的，你马上你希望你到最后为什么诺贝尔都他们得到了，啊，东方人拼了半天得不到，因为他们没有学这些啊。
这个变一下他就不会了。台湾人就都说，哦，那个我袂晓，啊，都放给蔡英文给你舞啊。蔡英文连书本都袂晓，连先生都袂晓，你个舞会要问死的，对吧？啊，你该塑造形象啊，啊，啊，领土政府主权好，那就马上切进台湾，台湾现在马上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不要别人。你的国家是不是国家？有没有人讲说我的国家是国家？但是你们身上却拿一个从小比你的配偶还亲密的一张纸，哪张纸？像你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了。如果以西方人来讲，啊，这个东西你就好像一只蚊啊，给你咬，你哪个给放在身躯呀？跟住一只蟑螂放在，啊，你哪放在身躯？你都看蚊啊，给它叮，你都给蚊啊给它拍掉，好紧啊，拍掉，啊，咱人啊哪放遐？啊，你也知影拢唔了，你用啊，我大都爱用遐，啊，可见你是生活在政治链里面嘛，对吧？表面上你跟正常，你跟夫妻里面走到外面的时候就很恩恩爱爱，啊，连关起来你都被你的老公被你老婆啊，每天打得要死要活。台湾这么多时间呢，啊，爱面子嘛，迄阵较早讲台湾爱钱、惊死、爱民主，啊，拢无为真理，人指望迄单一宗教，伊讲数学、物理对不对？求真、求实，啊，唔免死啦，迄求真实啦哈、啊，真理嘛，真理是吧？一加一等于二，地球绕太阳，这个是真理。啊，免诶贪污，这个是真理。啊，他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却、啊，中国有很多好的啦，是因为哦，因为点人啦，伊都给中国人外赶出来，敢从咱家去，恁某赶出来，你顶摆个嘛，啊，个人要甲扣，我看遐惨啊，啊，点人老是变成去用赶出来，讲招人家，啊，来家何止穿西装，伊学日本啊，都开始个干，这么了了，对吧？啊，改伊总经理嘛，总经理决定你们员工的运作了嘛，啊，叫你们开始要照他模式啊，食饭当要食啥啊啊伊。台语别人讲，啊，我们高沙族的话别人讲，啊，讲北京话，啊，盖高尚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这不学这样，这不还惨了？还好我脑内革命了。好，那你们马上问人民，2300万是不是他规定的人民？我老公一定是咱日本天皇战败，咱这边身份还是属于战败国的子民，咱这边1800万，啊，这边用这身份证，那个身份证无效、啊。那个在自己的家庭里面，那骗人家，上学、注册、结婚登记，你在国外没有人承认，你办成他的护照也没有人承认，都要加油付钱了。啊，另外一张当成200万，那么400万，那是中国皇冠出来流亡证，跟从领导、恁的翁婿，是恁另外一个，那是人冠出来了，你可怜个接来遮，啊，算个可怜，你个可怜嘛，唔是啦，那是美国个可怜嘛。你那董事会啊，无你就较早二战都安尼撑我那么久啊，啊，没有你撑我，我真的没办法日本打败，啊，感谢你啊。啊，我起码中国没有中国了，叫做大和帝国了。那到中国人讲说，我们有一个，他们现在汉满门回藏嘛，到时候我们加一个和嘛啊。中国不是曾经从秦朝开始创国，有独建立主权，秦始皇建立主权到现在，其他什么汉满清朝什么宋朝，那东西一个朝代一个体制呢，都属于叫做中国了。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，以为说就国家，那是一个体制，也是在这个国家里面，而且像那样一个公司赶快，公司假设没有这个公司，不同的董事会来，他改变不同的制度，比如说在台积电，以张忠谋可能采取的比较属于西方的，啊，那叫张忠谋的一个时代，对，啊，接下来可能我就这样，我就不一样了。啊！你现在把张忠谋当成一个公司，把我当成一个公司，这样对吗？这就脑内革命出了问题嘛？它是一个体制，一个政府而已了。它是你用英文你看了，你不要学汉字真的害死人了。你用英文那个书写嘛，也中华民国，不是那讲它是不国家，不是说它灭亡了没有？不是，就算它没有灭亡，还是不是一个国家？国家刚才要定义要这样啊。他了不起，只是一个政府或者跟主权这种关系呢。土地人民不是他的、啊，人家现在土地人民是那个中国那个另外一个执政政府在乱啊。干脆领导你叫你兄弟也赶出来啊，还是叫恁姊妹也赶出来？领导这么手能划手的是恁另外兄弟啊啦。啊，你无权利啊，不过你也是恁港口走来的啦。你咪讲你该无港口走，啊，那三八民进党啊，讲咱因那中国两字啊，咱中华民国四字啊，所以咱无共国。哇天哪、啊！哦，嘿，就种我等下面搞恁怀疑干嘞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个啦，无这啊，无你要甲嫁，你怎么
前面几个老师给讲啰啰长，哈、啊、哈，国家什么，我怎么讲啊？你怎么想起个啦？哇，你记起啦？啊，你不用抄啦，这个脑筋我都帮你设计好了，因为我这个太知道了。我规划厅长还不知道说你们的话，我喜欢背一下中国，要要要公式，我从小的数学物理都很强啊。啊，这都改弄啊，你做啊，你就记起了嘛。国家这个产品，好像这部电脑要、啊、生产出来，一定要软体、硬体、键盘、屏幕，对不？啊，这个是这个组件，这个组件组正一下，啊、这个 F 嘛。所以你听那个林志升博士他讲说，你有这些以后，你要到国际先试嘛 ，F 嘛，有没有？像国际，刚才东帝汶为什么还没有先试，他自己闹独立，马上独立啊，被处理啊，结果因老西班牙那宗主国伯帮他辅导，先向国际介绍啊，这个我的领养的儿子哈、啊，那个殖民地是领养的嘛，对不对？殖民地是领养的，啊，人家是正常是国土，就是他自己，像西班牙国土也就是一个亲生的嘛。啊，伊就无甲宣布咧，啊，这领养就甲你出出出掉了，要出去独立啊，独立印尼就甲吃掉了。人家闹独立哈、哦，美国有一个迄个副国务卿，当时迄啥人，流氓政府的陈水扁，咱台湾人去迄个公司吃头路的，当时讲一边一国有无？迄左立国因的副国务卿，伫北京还是在哪里？直接讲，他很凶哦，比我还凶哦。迄记者问他，我跟你讲清楚。I make it clear， 哈，我讲清楚 ，independent， 哈 ，means war。你独立代表战争，咱台湾人，反正无逻辑。你马上，他说独立这个动作出来，干什么？你领导，你假婚，你某来讲，你要给他假婚了，我给他扒落去，上给你扒，上给你扒，马上回答。给你讲的人给你扒嘛？难道叫你给你扒吗？啊，台湾不要想了，而且嘛，中国。这个不管民进党、国民党啊，他会欺骗台湾人嘛？他就哇，媒体都来讲，那阵都开始来展现出来都是中国的武力。啊，你有联想哦，要给你扒的是国币联机，不是啦，讲的人要给你扒啦。啊，迄讲的人，迄那么大的国家，啊，要扒你这太不太？台湾好讲六十八年都叫伊占掉啊嘞！啊，这不是请一个中国的招罗总经理来这做咱总经理嘞？伊要给你扒，无彩你来讲吼，可不要这这。苏联、俄罗斯，甲笑讲你把恁迄较早你甲占过甲霸起，所以无霸啦，咁用什么办法？恁兜迄囡仔吼，一日靠来都会兴风作浪啊！你袂甲霸，你甲掠去关，迄什么七年什么囚掠去关禁闭一样，哪一个现在被抓一关啦、啊？哪一个现在被抓一关啦、啊？啊，你唔知哦？恁以前不是很把他当成英雄吗？哇，为我他你们台湾的王啦、啊！啊，后来无得弄一个菜的，姓蔡的出来更菜啊！你改讲蔡英文啊，你还阁嫌他？哎呦，英文袂晓，数理更差。迄你要嫁查某囝，嘛要娶新妇，就迄款你讲，袂先能，卫生也袂行咧。改讲吼，你嘛，皇上你还乖嘛？你无加这当前，你嘛乖五年，讲啊贪污又无贪人别较济啊，即嘛乖汉别人较济。啊，你拢袂晓想，台湾人就拢无用脑筋去想嘛。乖理由唔是贪污啦。哦吼，吼、哦，你终于才反应了，你看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可见咱台湾闹吼，咱再去老师来讲，恁恁闹无解读，实在是无效的。啊，怎么用迄款伊国家讲的解读还无效的？我看用我脑内革命，啊，请这华佗来跟恁闹吼，跟电脑一样，全部把你吸槽全部清掉，重新灌。有无？恁家买的电脑应该都这样啊？好不好？恁家赶快去买电脑啊！不，不用买电脑了，你们脑等一下下课过来找我了，我按一下全部哈、哦，解除。流亡中华民国，国民党、民进党都不要管他，啊！哇，我都要讲，讲说你爱记咧，较早有人问讲，啊，你那去用关干咧？啊，恁那民政府不要救，我不要救啥？救出来，我新丰庄那边，我搞你，搞不要，我搞恁民政府拖拖落，拖西咧，对吧？啊，恁有啊，恁知无？恁知这典故吧？哦，恁那个哼，啊，迄个真可怜咧。西方人不会同情人啦，人情要捍卫他，咱是要救来做代志，做不好都。中央力落台了，免得可怜。啊，佫有新的中央力要出来了，免惊了。对人不对事，阮妈妈讲，阮日本人讲啊，日本问了，啊，看土面，唔通看人面。中国那刚好相反，中国人动乱时代都要看人面，狗也是看人面嘛。狗怎么知道它的主人是好人坏人？哇，恁岛的人饲只狗，狗知影讲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你回家伊就讲认为你是好人啊。啊，咱即马台湾就是安尼啊。民进党给你好康啊！你就讲哦，这个好好好。啊，国民党给伊十八拍，十八拍，好好好好。啊，狗啊，你会嚼得好好好好好自然。啊，叫你练华丽，啊，我这饲了毋捌食过，这华丽嚼了毋知死啊，都惊惊啊！
有无？哦，今仔你看，三年前人拢来啊，你那吐到这人阵才来，人阵惊惊袂着顶啊，佫无来佫袂用哩咧。我想来，人拢官位拢摆了了起，无紧来。所以你看，咱这吼官，看起来都迄个官面啊，咱叫民进党、国民党骗干啊，青顺顺啊呢，惊干呢，啊就是吼惊袂着着，闹啦，你闹出问题就所以惊啊。啊，这个也要吼，这个落来就，啊，今仔我时间可能袂够。啊，拄仔这看过，咱搁放下一张好不好？张不要紧。这就是我要从这边来介绍，你要介绍你跟你国外朋友，就跟你的小孙子介绍，叫你用我住在哪里。好，不要只文字来写，说我住高雄，我住台北。好，啊，这落来就是再跳过来，大家轻松一下。这是，把给阿伟拄仔迄个，这个你甲放个点进去，我这边。啊，是拄仔点迄个浏览器出来就用了，下口有一个浏览器，帮我点出来。迄个工作台下面有一个浏览器，浏览器，不是投影片。迄个火狐狸有没有？第一个火狐狸，哎点，好点出来。我拢放在遮哈，这个都是拄仔介绍我哈。啊，咱过来看这个，拄仔这个是。哦，这哈，你看，恁家住在这啦，恁家安尼啊，哇、哦，太阳、地球跟恁母亲，跟你母亲一样很辛苦的，他在太阳系里面跟那一些大蓝人这边每天这边绕这边竞争的，跟从恁拖好恁囝仔搞跟上班下班一样啊。地球，你看，哇，他，你知道他一秒公转啊，那边他一秒速度多少？你知道？有人讲得着？你这个也袂晓讲，我知啊。你拢会晓开车啥？啊，咱也无去讲啊。你真正的母亲，逐工很辛苦，伫太空安尼，伫太阳系安拼，好无？啊，咱你拢在管。你讲有专家有成就，你讲孝敬你母亲呀？啊，这个真正的你的母亲，你都没有照顾嘞。你拢可能去糟蹋嘞。你从受精卵到现在都在糟蹋地球。啊，你母亲你会啊？你成就有你会孝敬母亲，请她母亲节到那天请她吃大餐，啊，平常都不理。吃了以后，东方人比较，唔敢说 no。西方人讲啊，我唔爱食恁这啊，俺东方人也勉强。啊，查某囝比赛讲，这年我请，明年我请，大家比较愈请愈大。俺妈妈也不好意思啊，啊，这食，抱一个喙齿啊落去。啊，就孝敬母亲，迄拢唔对，你莫啦，免你比遐啦。咱什么台湾的垃圾文化，什么比较都请食。啊，你一大人啊，你个年纪啊无，啊免啦，你包下就好啊，我给你解决啦，你莫搞到请。我要吃，你吃到嘴齿落了了去，你叫我吃迄，啊，就无脑筋人在安尼嘛。啊，到尾其母亲爸爸跟我吃的，拢家东西啊，家姊妹啊在比赛啊。伊讲我，伊一道1万块，哦，那明年就2万块。啊，后日啊，我看上真是真正，菜料安尼好，唔是台币贬值。好，这对吧？哈。都来照，都别照。好，这地球飘起来。我给那展现，这个是其实也是脑内革命了、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脑内革命就是电脑城市里面都要装的哈。这地球吧，你真少看讲，哦，咱台湾几大？你这里吧哈。哦，我怎么觉得操作加麻烦？我怎么用你这里？这 Google， 你看人家西方都这么厉害，这家公司股票上市公司 Google， 股价多少？你知道？一个美金多少？你知道？对哦。啊，恁囝哦，恁孙啊，恁啥，恁翁，恁某，即马伫台湾这拢，你看中华民国迄个烂公司啊，人家何苦可能都是要提心吊胆啊，而且都贪心说18%唔知有啊无，啊所以才聪明，但拢走来遮台湾民政府要卡位了，对无？台湾拢安尼啊，你本来台湾拢都这种心态，啊，阮这唔是，阮较早就国民先行者，有无拢无要紧哦，就落实你脑部嘛，对无？好，哇，这拢甲耽误掉。我这是用介绍哦，我都是用文字介绍我啦。啊，即马就用安尼哦，展现说，啊，即咱台湾咱即马伫北部遮嘛，我拄啊早起来哈，早起我要来遮，我十点半才伫我厝诶。啊，我拜六礼拜拢会去我山区，我拄啊伫山区来，啊，我伫山区6点去种6丛树啊，种完才出来。啊，你即马看我穿西装哪年代吧？好，你即马看我安尼哦，啊，我拄啊2点钟以前啊。我是来遮甲秘书长同齐讲，伊逐摆拢阮老师来，伊拢来叫阮遮甲同齐来汇报。啊，在一起啊，我伫啊，恁拄啊看，我是地铁里啊，
穿一个长水，举一个猪头，牵一只牛，啊去猎场，举种树，种五丛树来赶来吃。啊，我甲恁当作牛，吼、哦，恁这群牛比迄个牛还较重要，对吧？所以赶过来。啊，抱歉啦，牛，你不要说我在学的牛是在印度牛哈、哦，你吃亏鬼拢个牛衣嘞，对吧？诶，圣牛啊，啊、哦，那这边统治我们，他不没有把它当成牛呢，你知道？现在统治我们那个总经理没有把它帮我们当牛，他不是讲过计划，我是把你们当什么看？啊，当年看他代表原来不是把你们当人嘛，当什么？没有啦，他说你们是我占领的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卖公当猴子，当这个人讲，那一个就是美国派来占领你嘛，跟着你们公司的主管、董经理是董事会派上来管理你们啦，对吧？啊，用这个民法就，啊，这我这边讲者就是讲，我大多在家哈，这电脑无在边啊，我这边操作起来不够。好，接着就展现讲用这个三度空间来介绍。这个西边这边、哦、你们的右左手边那边是台北市，是中央，啊，这边是东边是大概四，是啊，我住在十字街，啊，住在这有住在十字的人应该熟悉了哈。啊，我迄有一条是，有一条是，这个是纵贯线铁路，哈、啊，有一个这样啊，有一个新台路，粉红色就是，那个新台五路，啊，宏基大楼，那个宏基大楼嘛，你们用电脑的宏基大楼在这个新台五路，啊，我住在这，这一间厝。啊、哦！啊，只有几啊条红红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哎、欸，山路对吧？这是啥？华里啦，华里之路。啊，华里之路。啊，我拄啊，你话讲要烦恼见面啊，人讲啊，你会查甫安那？啊，我脑都靠这啊，所以我脑很清楚。包括这条路是西定路，这条路黄色这个是白银路，这个是水银路，这个是秦晋路。啊，这个是迄个杜阿公新台五路，啊，这边是基隆，啊、这边是台北市，啊，我伫遮，啊，遮都大尖山，啊，即马烟花拢开，啊，足遮水个，啊，我拄啊早起就来遮，啊，正好个，啊，这条以咱红色个这条来讲，安尼个遮吼，八公里，啊，剩个你去比例就好啊，八公里我变来，这几啊条路，我种，我要死六千丛，活三千丛树啊，无开一角银。啊！你讲嘛？你死哦！我上班都拢要趁钱，这么 OK 两 K， 我都拼安啊！你这种树我拢没看你是秀到。我为了台湾，为了华里，较早中国有一个嵇康，我代志要搬啥？啊，对呀、啊！哎、啊，为了什么？搬砖壳、砖头对你没有帮助啊！他说为了锻炼意志，还有引起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叫一个什么越王勾践，卧薪尝胆，哈。我在新迄个茶店啊，常常每天都痛苦啊，啊我也同款啊，我袂像安尼，因咧做伙根本对地球拢无帮忙，我训练他的意志，中国的文化就训练他自己的修身养性啊，对大环境都没有帮忙啦，啊西方不会啦，西方不會他们说达到以后他就要对，啊不是说去慈善，说中国那是。贵的做慈善事业，这种唔对的啦，还免用慈善啦。你个认为你有能力，你就卖就顾恁某、顾恁翁啊，愈顾愈顾袂掉。迄物理平衡就你顾愈掉，你惊把惊死、把惊飞嘛，还投资股票啦。你就有能力，你就甲边啊嘛，帮自然嘛，关心就好。我种树啊咧，恁有种过无？刚才要开始讲紧，所以恁若要开公司来找我，恁全世界最多了啊，因为我用脑。我用会脑内革命做，啊，无你这嘛这少年讲，你无花钱，我无要甲上班，啊，去现在甲扑扑嘞，我袂安尼，我想自我实现，一定要把刚才的 F 里面的迄你拥有资源 F 嘛 ，F 就是我嘛，我这嘛要甲你给我的信任，我给我的权力，给我的薪资，给我电脑，我就带兵上战场作战，把山头攻下，这个山头都是我攻下来了，你没有去攻，你们就印花赏印哦，好漂亮这几天，哎，无啥啦。慢慢可以赏樱了，慢慢黄色小鸭了。咱台湾人输人的输家了。我讲一出来店要弄个清气清气，要装个豪华豪光。啊外靠高赛一大堆，你人家办高赛你也无差吧？嗯，咁咩人关系？你去日本看卖啊？日本一定搞你说，啊，咱台湾没人关系，咱的猪肉吼，教育个好就好，拜因安尼吼，移民去美国去加拿大就好。错误的观念，脑内都出了大问题。
而且中国不能打，因为不安全嘛，他们打那台湾人被他左右啊，我们跟他学习。好，安尼知无？这个我展现，这个是自我介绍，无你都讲李听，我叫李听啊，全世界李听了多少个啊？我去查一查，哇，中国还有一个叫李听啊，这个不信，他是他们的歌手，竟然是跛脚的。哎，我那个那卡点来讲，哎，李称你是不是跛脚？不是哦，我是台湾的李称，不是中国的李称啊，对吧？啊，我讲公安的伊就别甲弄掉，哦，实际种树啊嘞，种三千多丛，啊，再去要来加个。我穿脏水嘞，吼，啊，我牵牛去种我，那无牵牛来是形容的。我甲把我当作自己是牛啦，哎、欸，海拔500公尺嘞，恁爬起嘞吧。啊，我搁提五丛树啊，啊，举着猪头，举起来，我当运动啊，啊，总比那健康办办办迄床啊较好用。我达到健康的运动嘛，哈，啊，搁甲树啊种嘞，啊，树啊种，你讲对我对大家拢有效啦。因那恁恁吸的空气都是我十年来种树啊，拢喷空气啊！你连奥巴马现在跟他们的密切啊，在晚上在那边做的呼吸的空气都是我抛给他的，别该骗了。这样子我脚那边哦，中午休息，他的空气也是我喷给他的，给我华丽，我给他这个华丽啦，对不？你讲我不可能，分子运动大家都像后面年轻的学物理、学生物、学分子运动，在地球上刚才飘自然公转的。大气层空气就是安尼安尼落来嘛，恁家装装个沥清器也是安尼啊，你房间装个边啊都拢过滤啊嘛，我安尼做，啊拢无甲拍破啊者，哦恁安尼哦，人家安官吼，恁家新妇安尼吼，发条纱啊，恁拢安尼，恁算什么？安尼，啊，无恁我都去做，恁老伯要嫁某娶翁啊，来阮遐找证，阮遐证拢才好。啊，袂烦恼！你看，好个种树啊，免开钱。啊，你后摆要娶某生，拢免惊，拢有啊。啊，你要爱股票，好哩。啊，上好你就要快乐。你我要求不是你在那边每天这样做，啊，等一下要想进入到最高层次。咱台湾大部分拢在低层次那边烦恼。哎，怎么就好？公仔先贵等一下。今麦落来就是看，哦，今仔这操作好，我今麦要展现了。啊，这都是我拄仔讲 F， 我产出来，我付出那做我产出来。这树啊，我用这两张来个，这是2011年嘛哈，10月10日，这秋天嘛。啊，这丛树啊是伫迄年的春天，就这样从四月种。啊，我这样从去山这么种哦，弄啊袂错，弄啊从四月。啊，到10月就遮大丛啊。好啊，即马两几年啊？就2011，即马2014啊嘛。即马我当弄两丛老款。啊，我同我去啊，我会去的。伊即摆拢看到我去，拢欢喜干。主人，你来了。现我没有你的话，我在5年前就跟台湾人一样，跟民进党、跟国民党的啊，弄加低头，加到60、70岁啊，搞不出民堂。还有一个台湾民政府，啊不，我只想落欧游呀，对不？我讲大家不是讲我欧游啦，我只是很多落去种树啊。啊，我开玩笑，阮爸爸当阵伊即摆80、90岁啊，日本欧游。对阮妈妈拄仔讲个个，讲看土民无看人民，啊，中国文化多忙个流浪者都要看人民，人民要收留的。但是咱就要找到了啊，你给我一个工作啦，啊，总经理有无？咱就要变成乌黑。哎、啊，西格林老师，我们就开口，伊讲你要自我的存在吧，无的话你做个东西奴隶啦。哎，拜托，咱他妈训练出来奴隶，你谁硕士博士能给人用啊？了不起创业成功就欢喜干啊，大吃大喝啊，就讲人生有意义。我3000块钱，阮爸阿妈后壁找啊，啊，我这靠科学，我袂讲啊，传统的儒家思想啊，你要孝顺爸爸。我没有，我都抄他。以前他抄我，现在抄他，管他几岁，我一抄，哇，他越活越长命嘞。啊，我妈讲，你莫甲抄我，我喜欢伊要活到80岁啊，你妈莫甲抄，80岁就翘起啊，我活到恁爸你这风流。伊安讲啊，哦，我知啊。啊，我讲啊，啊，阮爸就拢来找我。啊，咱大部分一般的人，像咱一般的在做工啊，他要来的是会张罗啊，因为都讲假的啦。我没有，我就躲到山上去。我讲你要不要找你个背刷来，背个躲在那个，吼、哦，背该爬一个步阶哈，骂一次，啊骂了几次以后就不骂了。吼、哦，他越爬越健康，越年轻，开始感谢我了。哈、啊，啊，即嘛，向阵讲也讲来讲，啊，你都无用，高级负责迄个监，我是负责监督迄个操盘人啦。您买投信基金，迄操盘人东西，我是做账官啦，哈。
因为你的股市无用讲咧，安那嘿哇，你要看你股票，你看营业都那么忙啊。其实营业我都要是我都要砍掉，那个都浪费薪水的。营业坐在那边接你们，那边应招你一样啊。你们电话没有给他，那边没有薪水啊。那路都全部给解决不给他们，而且无代志，那个养那个虫米虫跟养公务员一样啊。哇，你有买股票了嘛？后面有了哈，我们有办法没有？都打给营业员了 啊就是说你投选票怎么就投给民进党、国民党一样啊？啊，没声音啊，你投回给他。啊，一样嘛，啊，我把好我操作完了，啊，看我给他安慰了，啊，这无计较有，然后你的儿子啊，是讲，起我正常个，你赚5万块哦，下底啊，啥家属个欢喜跟有钱啊，讲啊，我恁台湾这帮都拢只价值观嘛，有无吼？啊，我唔是啦，我讲哦，我知影爸爸，你这帮国无伫地球活无偌久啊，我因为我看地球拢安尼飘嘛，啊，你准备被地球抛出去了。啊、你要回到你老家去，我也不知道你老家从哪里来、啊、我感谢你把我生下来到地球上来了、啊、我要回馈你，我无从，我袂，我一贯台湾人，我请你食食，你翘起来，甲伊叫西工甲伊黏黏的安尼哦，哎，我话拢唔卖啦，哎，拢制造污，环境污染。啊，我来讲吼，我知影吼，你要去做天顶做仙啊啦。啊，我十几年拢甲伊种树啊，迄天顶吼，你看一头顶遮热，迄顶冠拢无树啊，我拢来种袂。嚯、哦，一听一个，哦，对。你看，又欢喜干嘞！啊，过落来，人过生日总要观察嘛。我讲爸，观察我也准备好啊。我这树啊种十几年啊，迄种遮大棵嘞。哎，时间看讲，我带讲你看倒一丛，该点？啊，不是要待遐啦？啊，应该鼓励啦。现在树葬我应该鼓励啦，不要再从王永庆那买一个山头把人家的台湾的都污染掉了嘛，卖高雷了。人家邓小平，人家是马上说，我就撒在什么地方，像那个陈定南一样，就撒在哪里了。不要欧李登辉那一种，或是王永庆那一种，那包一个山的，什么风水好，脑敲风水又好。祖先他自己那时候都痛苦的要命，他有保佑他的灵，下他后代，你搞骗去，那科学根本讲不通，啊，就给你包装啊，你无敢从我你没有投给我民进党啊，你都国民党给管了了，你都国民党给欺负。拢用甲你控好个，敢无安尼？恁大拢惊鬼，恁有看过鬼无？对嘛？我问阮爸，我问讲啊，你我比加我30岁，啊，你看过鬼无咧？伊讲真正无看。我讲你别天性看，对，我讲你免看，我手仔来种咧。啊，我讲观察，我怎么手仔吼，即只大丛啊，观察本免内边开观察本啦，剁一丛起来，乌个，甲伊埋落去，啊，都甲烧烧去，哦，欢喜个。伊即嘛去厝边隔壁开讲怎讲这啊？伊拢袂去高低啊，讲民进党、国民党，伊讲讲迄无效。伊即马甲讲吼，阮囝吼，伫天顶甲种树啊种好，毋是？伫地球啊种树啊种好啊，比人烧金哦，逐工伫遐烧哦，烧甲咧污染地球污染哦。你看阮较聪明，脑筋嘛，啊！哎，佫讲吼，阮囝佫伫遐华丽咧，哦，伊嘛甲出去叫亲戚拢讲华丽。啊，恁厝个时代讲无？有无？袂讲嘛，所以当恁落来加一把劲，啊！即真正啦，迄种靠你脑有要做，大东啊，即都什么诈骗集团啊，你都毋敢讲。啊！这么诈骗人，这么假弄无？啊！诈骗集团，这你的总经理怎么都不负责任，把他们取缔呢？这是点人眼看啊，一样这么壮观，整个山路都这样，步道都这样的，不要骗人。啊！这嘛不是树啊，甲鸟语花香嘞，变作鸟香花语。哎，鸟语花香已经不简单了。恁去恁到那树啊，卖讲恁树啊，恁那虫尾跟你讲话吧。也讲话无，我这树啊也鸟语花香，有起感觉伊的感觉，讲我这磁场啊，啊，这样变成到一个境界是鸟香花语，鸟本来就会讲话，会叽叽叫，它是鸟是香的嘞，啊，树竟然会讲话，别骗了，要达到那种华丽，要进入那个核心，你就会讲你，我在胡说，真的啦，你毕竟植物也是都有那种在刚才我用地球那个叫都有它的本分在嘛，啊，只是因为我们的追求工商名利啊金钱。都用金钱来决定他们的价值，这个不对，啊！你想过去无后顾之忧以后，你就不会受到杜海公物质把它牵住。这我大，我拄仔就行下来。恁有要想啊？逐工我逐工嘞，早起时要去上班的前头，才先净化自己的脑部。我白讲去遐，人遐让你操盘，人家大股东给你，啊，连像咱台湾人安尼闯红灯，赶快啊！早餐随便吧，就坐到办公室啊，坐在办公室也都是。做一路听的工作，啊！因某打电话讲，我咧开会，啊，开会底啊，两点钟拢唔讲话，在独孤。啊，讲安尼上班，人生啊安尼在虚伪啦，歹啦，紧紧的死死的，去种树啊，种树较济吼。
台湾民政委就降一层五千块给你了，啊，不是哦，是未来的壁纸啊，要鼓励啊。就我住在这哈，拄好迄山顶我无伫啊，我大家拢安尼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啦，不要再看烟火啦，哎呦，烟火把弄成樱花，你们高兴得要命。啊，基隆和高雄港那什么黄色小鸭，啊，你有在钓去饲只真正的鸭嘛？我咧看黄色就改媒体改弄成讲，艺术感啊，什么专家，吼，你哪弄个骗骗去？啊，跟民进党骗你一样，你选票全部给他了，啊，就台湾出台问题，你用这种行销广告就把你脑一直把你盖过，你脑就变成左右了。啊，你也看理性，像白人就比较不会嘛。我讲诈骗集团，白人怎么都不会发生，德国怎么、法国怎么不发生？什么台湾经常发生，这很奇怪，所以脑问题，怪不得人家国民党猴子穿那个西装就可以统治你。哎呀，你白人一下子他们那请猴子马上被赶到山上去，不能躲到山上，赶回他们中国的山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无波啊嘛，你那官别造对吧？哎，咱1800万的嘞，啊，了不起才400万嘛，啊，咱输人，一定方法唔对的嘛，脑筋唔对的，啊，你拼算，人迄算计头先设计出来要，恁去拼讲吼，恁个唔知讲，逐工咧吼走场，啊，昨昏个叫示威游行。啊，只遐尼侪年啊！你嗰啲示威游行，迄个什么说28，啊，你都无探讨迄原因，好，啊，这拍摄我讲话有时候会比较较直接了当，看啥无？好，啊，这我是不爱贬你，从来是华丽，这是在用，你只要学到迄 F 公式，你用到任何领域都可以用啦，就是你的脑啊，是安对，因讲的中，咱用因的孔夫子讲的举一反三，四类旁通，这就是西方科学厉害的地方。你只要按呢，你国小国中学到那样，你就可以把它举一反三，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要厉害的这样，你卖甲讲，嘿，不是了，变嘞。像我公司一个高干问啊，最后主管问他，因为到最后他的整个福利都是，我都会跟他聊天。啊，他有没有办法？问的过程，他只要没办法举一反三，说啊，那个不是了，变嘞，那我一定不录取。不是变嘞，以后他真的录取，以后他来我工作，他跟讲，主管我那个不是我变嘞，我做不来，啊，糟糕，那由我主管去做。啊，我请你干嘛？就台湾一样啊，你这人就是台湾的人啊，你为什么都不做？你靠民进党帮你冲，那奇怪啊！啊，民进党做不好，红来关你门，我给你个酸点蔡英文出来，这稳得住。好，这股市啊，我用在本业里面股市，这我讲啊，筛选价值型的投资者，如同你在台湾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要选 TCG 台湾民政府，还是选民进党，还是选国民黑以往政府体制里面？你一样啊，选股票就是这样啊，投资股票人。啊，这帮准嘛，啊，其实这不是这酒楼啊，老到最后啊，低贵啊，掉那精华出来，啊，股票这样，你到最后筛选，好就台积电啊，股价低点赶快去买，啊，或者太高点就放空，啊，慢放空哎，大家要做多都被套了，啊，做空也要嘛，就好像男女孩子有时候男的在上面，有时候女的在上面，换一下嘛，啊，不要老是姿势都一样，姿势一样人家就统治你了，啊，我有时候带一些比较混的，你们体会到就好，这里。这是酒楼啊，那咱那较早沙楼一样，落到最后要筛选最好了，啊，这个是他们基本面研究了，投资股票你用在其他领域也讲，就是刚才离不开 F A 那个模式。这第一层 M 就是总体环境，包括政策环境。你像在台湾这个 M 在要改变了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所以你们才要来嘛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政策大环境，那个马英九好像还不像在当总经理，好像像当一个秘书而已，说什么事都不做。你们骂他怎么经济不动啊？我老实说啊，真的要把金融弄很简单啦，他们心不在此啊，但不是说懒惰，他们任务不是目前要当什么经济弄啊，让你们的大桶油不要再吃，不是他任务不在这边啦，啊，咱台湾在媒体念不，而且爱的是讲在这个大环境下，台湾这个环境下，哪一个产业爱的 industry， 哪一个产业，哇，你起码你找头路来讲，要找到一个产业较符合你这样，你买股票也是啊，同样啊，你像台湾政治这个纸质里面，你要选 TCG 啊，就要填。DPP 还是 KMT 一样啊，逻辑一样啊。啊，这产业之下，你要选哪一家公司？买股票也是啊。晶圆代工，你是要选北投某迄张忠谋，还是要选迄联诚、迄个曹新成那位学长的联电？同样逻辑都一样啦，举一反三嘛。啊，佮落到这 MIC 都属于基本面，啊，你落到财务报表、伊产业竞争力啥啊，啊，伊获利能在全世界怎样？啊，你都这个要事先了解哦，你不能像台湾学会计，就是在已经发生过这么研究后面了，我们像我们这个作战官科，我说理工科都一定研究未来了，不是说像台湾社会系都研究后面了，像你像那些媒体的名嘴都是用后面来解释前面，有可能吗？你有可能那你骆驼讲都
签你前的号码就好了嘛。人家中奖了，你拿来签，就下次一定中奖是你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哎，都无头脑，哪是社会系？那民进党、国民党都是社会系了。啊，这个 S 的是 stock 股市了。这上面是那家公司生产的产业什么环境啊？怎么到这边股市？股市是也是一个产品，也是一个市场。啊，上面一像生产电脑也是另外一个市场，啊，这两个市场怎么后来挂钩起来？就像中华民国跟台湾怎么被绑在一起啊？啊，有人就是做聪明，中华民国是台湾。啊，你哪里接受你啊？我未讲，啊，这个 C 就等于 S。股票是股票啦，但公司我管的是讲透过股票这样安尼发行出去，啊，大家追逐里面的利润，所以用买一个股份嘛。啊，竟然一个三八杂报讲，台湾等中华民国，啊，这模式叫我各国林立根本没办法接受。啊，你不要反驳他，啊，你讲讲好，这个人这种是马祖博一定较好个，所以一定大。拜托啊！哎呦，连讲用读政治啊，用简单个这种数学，简单的国中国小就可以去反驳他了。啊，另外就你算算了，精华的第几个点嘛，就酒留落来就第几个坑家，就你等。啊，所以你嘛就对啊，赶快来上初级班啦，啊，第一点的啦，就你等。哦，那秘书长台湾民政府讲要把我赶走，都加那个班主任讲，吼，哦，前底个人开用，对不？就是安尼去递落，对啦，安就对啦。你也不能递，即嘛年你。现在的放年纪下这都不知道了，每天在哭哭笑，要赏樱赏花什么，要吃什么青年大餐。啊，像这些我刚才说这样，啊，这你自己记起来，我那个速度那块，好，真的进入我们台湾，刚才说台湾问题嘛，台湾问题啊，我刚才有问过你啊，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？啊，你不承认啊，你说你进不干请问，但是问题以华理来讲，你身份证，你是中华民国啊，但是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不管他有没有灭亡，是不是国家？你不要把中华民国当国家，它是中国下的某一个体制，就像清朝、明朝、宋朝一样，他们都叫中国。从秦始皇建立的主权统一以后，就中国。我把你英文都看出来，中华民国哈，你看汉字四个字中华民国，它英文叫 Republic of China 是什么意思？中国之下的共和制度嘛。就强调是制度，像你们去都市里面看到一家银行 ，Bank of America， 不保你们看看干嘛 ？Bank of America 啊，我们像那个 Bank 是银行啊，不是河岸啊 ，Bank of America， 你敢讲这三字标出来是银行还是国家 ？Bank 是银行嘛 ，of 后面是 American 是国家嘛？啊，你敢讲？你摕一个可能入面的大门，啊，你去啊是要办国家大政还是要存钱？领钱，对嘛？那是银行嘛？啊，这样一样 ，Republic of China， 他跑到哪里去？这边啦 ，Republic of China， 吼，哦，这个十八的民进党改讲伊是国家 ，Republic of 嘛，这中华民国它的英文版叫 Republic of China， 就 of China， 啊，你把这 Republic 把改成 Bank of China， 中国的银行嘛，啊，这就变成。中国的一个制度，一个朝代，就是孙中山创立的他们的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五权宪法制度吧。共产党创立的就是你兄弟啊，你兄弟啊，连我唔要你，那不是我哈，我弟弟起来要改弄一个叫做 People's 啊，这 People's 人民的共和，这东西骗您中国人，所以整个都叫中国了。所以当人家他们连战要胡锦涛、习近平要去谈了，人家是他们兄弟要去谈，你管人家？你台湾人，家你卖切片，家你讲，哦，伊来去跟谈，你咪代表什么？人也无讲你是中国人，你家你自己贴说当中国人，啊，你是人新罗啊咧，你家你也拆掉，对吧？冇今日家讲拢拆掉啊，哇啊！今日早起老师有家拆无？无拆啊，怪不得，今日电脑家弄坏，人讲我也拆遮厉害，所以话我安尼达个，我懂无？我讲，那你妈你考出来，我物理、我数学、微积分啊，这来讲什么原理啊？赶快啦！这个黑将军鲍威尔你应该捌啦，哇！迄个参谋总长美国迄阵二四年讲啊，台湾，你嘛住在台湾，我都用 Google 你看你住在台湾，你嘛讲你唔是住在台湾。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， 不是独立的国家。来讲较清楚啊 ，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， 不是一个国家，它没有主权，所以不是一个国家。就像一个人，你没有灵魂，你不是人。你不要干涉我说你会穿西装就是人。来讲较清楚啊，但是维基来讲，你可以维稳。不能维稳，跟你讲清清楚楚，你还不知道这个专家嘞？难道是像李敖跟那个上面像民台，我们台湾那个电视台那个民嘴在公共立搞动了吗？穿西装搞的伪事一样，那西装脱下去感冒跟你一样啊！在那边妈妈摆地摊了，
对，我该讲了嘛，所以美国永远支持这个政策，到现在没有改变啊。这是当时国务卿，还像以前他的身份，今年上是你们当兵的那个参谋总长谁啊，一样的地位，那个不了解吗？太了解了啦。啊，我觉得亚洲区的太平洋的安全责任 ，Daniel Weather， 台湾跟你有关系嘛？台湾你在多少了？啊，你把提新闻简讯，啪啪发给你了，拢唔是 state 嘛 ？state 是比较高级的，像美国、各州其实都是国家 ，state 是很高、更高级的政治实质 啊。Nation 还不是 Nation， 你看联合国是用 United Nation，Nation 是啊，烂国家、好国家，只是国家的国家就联合国。啊，美国你看那个每州都每个州。都很强，那个每个州就是一个国家了，所以他们每个州都有他们的宪法及变化。哦，你看他那个讲，你也不是州啊。好，啊，我一个左立国，我讲较歹个咧啊。他就代表战争，安尼有上红牙关啊。这好像美国董事长代表的发言的。啊，刚难道董事长，恁的公司做了唔对，讲董事长来徛伫领导，你头前讲你牙关，会叫上家牙关，总经理嘛。啊，总经理，我脚蹦枪用，我恁的部门主管给你处罚。啊，即嘛陈水扁和尚也关，对哦，真正是美国啦。啊，美国什么董事长，我话跟你们媒体不是说我美国关你陈水扁，即嘛总经理上去当的嘛，台湾的总经理谁在当？马英九在当嘛，所以说马英九的公司章程来关嘛陈水扁嘛，那不管关不行啦，因为当总统唔敢乌白讲啊，伊讲要调回大中治政安尼了，你华台湾人都欢喜干呢，看黄瘦小要你欢喜干呢，讲你有叫艺术感啦。啊，不管关吼，伊如果无总统的身份哦，伊就乌白讲啊，从管乌白讲，你台湾人佫戆戆，佫对，从个非洲草原前面几个领头羊，佮吹拢佮你带去迄个国旗啊，大家都跳落。安在无？刚刚讲安在，我台湾那个可怜陈水扁，我知影今年开始在台湾无讲陈水扁啦。你看，人台湾人就是一款的啊。哎呀，台独代表战争啦，我都来讲过啊。你怎么等个搞交流都改改快，无你讲话哪会安尼？美国不要战争啊，不过美迄是你敢做咧动作，去玩火，人家当然是要把你战争啊。他不愿意这边还失火嘛，强制下来。啊，希拉里讲啊，就把这可能是未来可能美国第一任总统啊。他说一国际化。这亚洲现在，他现在都重回亚洲，现在就用国际化嘛，用国际化，但起码底下我的国际化，有无？这美国该开出来嘛？国际化解决这些问题嘛？亚洲区啊，难道台湾不是亚洲区吗？台湾的问题，世界上为解决的问题，你就该开出来。但是讲啊，你数理不要，你就把微积分练一练就知影啦。啊，无你他妈叫蔡英文，把你蔡英文的袂晓数，你请伊跟你解决数学问题，让你完蛋了，变成一加一等于三，啊，你欢喜干？啊、哦，迄款人我拢袂相信的啦，不管他从妈祖婆，因都利用遐来骗你，你还不知道？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？好、哦，所以我这边再回味了。你的国家不是 not station， not nation， 甚至也不是一个 country， 你只是一个占领区啊。所以这么清，啊，你这 state 的最高级，美国的国州是一个 state 的这国家嘛？啊，联合国那种大小国家，非洲国家是 nation 嘛？你也不是这个不是啊？啊，三流也不是啊 ，country 也不是啊 ，country 是家乡那个不是啊？你看台湾是日本。天皇战败，被美国甲掠起来，大概在68年。反正你生出来查某囡仔，啊，佮你感染到去哦，你的再前年甲你查某囡仔呛去啊，哎，袂去安尼啊，啊，即马伊还袂甲你塞做堆啊，60几岁啊，68岁，老太婆，紧甲救啦，恁妈妈啦，啊，甲救啊，哦，佮袂清醒咧，佮了什么这個，啊，台湾人啊，你欢迎英文的话，欢迎台湾人啊。国家，台湾不是国家，也不是国家，也不是国家，啊、到底是哪个国家啦？你这个三个国家对应上去哪里？你看台湾的受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是真的，我都不学习的。像我小孩，我的宠物都不起中文名字，被害死人了。逻辑搞不清楚，你就用情绪去弄了。好、啊，大家赶快去起一个英文名字，啊，赶快去开一个网络账号，以后都用那个跟全世界来的。你再别去为那个国民党、民进党给你骗骗了了，都唔知啊。啊，安尼就清楚哈。现在时间可能小可要赶一下，对。好，咱讲中产生那问题，台湾那么大的问题，而且你个人那么大的问题，或是你刚才脑，主要是你女孩子这边要轰嘛，你要什么都达不到，那就一个落差嘛。想要那样，股价你买进去说要让它气势上，没办法达到，落下一个落差就产生问题，你就烦恼啊。行，啊，你那看，咱用迄个管理科学里面，马斯洛我最喜欢用。咱以咱家60个分布，还是讲咱台湾，还是讲地球上的人口，我们大部分都离不开这个五个层次的。第一个生理需求，吃喝拉撒睡，信赖，大部分啊，大部分都是吧，哈，大部分都是吧，你不像这样把它分配的，那叫棘手表，大部分
这边七八成都是在这个层次。啊，你拥有这个吃喝拉撒睡又很怕湿气嘛？刚才我讲，哇，我们这边健康哇，你健康就是怕湿气健康嘛，所以你要求安全嘛，所以你经常女孩子经常去健康检查，啊，不然就买保险，啊，这么哦，那我们刚出来，刚给我们绑架了，安全嘛，好不好？啊，恁到买厝不要千万买弄个装铁窗啊，人台湾人安尼啊，然后呢，啊要死啊，怎么食食拢大桶油，啊再防也防不了。对不？啊，癌症一大堆，啊，佮弄一个经济发展，弄一个六千，结果你们南部的云林四周全部都中了，都毒，啊，早上有人帮你解毒也解不了，早上不一个老师帮你解毒啊，啊，都安全需求啊，所以你假死啊，说好，假设你都达到了，西方人都是很容易达到，因为社会制度、社会福利很容易达到，不用你烦恼那里，所以他安全也不用顾虑嘛，哈，食品安全的不用顾虑，你像北欧国家、小国家，你根本不用烦恼说房子有没有房子住，有没有疏溃的，那个都没问题啊。民政府以后这个都要做了，等一下我再附送给你。好，那你有这安全，你到那个交那个公司，或者叫你到民政府，你要有归属感啊。你没有归属感，像中国人流亡到台湾的，他都这边没有归属感，无根的兰花嘛。啊，那兰花被吸个社长好了，不是变了比我球还大只，刚把台湾的一两分都吸光光了，还吸兰花嘞。无根的兰花跑到我们台湾来，把我们的啊，咱家拢做朽木，被个兰花吸，你们都在缴税嘛？啊，不要紧，你们开始都已经知道，所以来这边学习华理就对了。好，啊，你有归属感，比如说你这两天归属于这边嘛，做到华理，啊，你马仔就登领导的领导鬼，啊，你礼拜一要上班归属于你们公司嘛，啊，你有归属感，有这样归属感才会启动你这样要踏到这边的，开车来这边。啊，你有归属感，你到那个单位以后，你要有爱呀、啊。那个单位，比如说你刚才你看，我们的班主任对你们很有爱嘛。啊，就珍珠像金钟啊，变面给我，你头毛那还等啊，你那样呢？哇、啊，你都叫不爱你，哇，这样全部可以放弃，赶快跑掉。所以还要有爱。哇，领导你要想要有爱嘛，回去哎呦，你每天上班下班回去没有爱，顿多大概吵吵闹闹，这么台湾都是安尼吵吵闹闹。哦，因花缺不要嘛。啊，你这些都达到，希望你这些都很容易达到，因为政府他们很先进嘛，都达到了，完成也知道，他们政府都是那种很高，像我这样高级都会设计，不会是自己照顾自己家庭而已、啊。台湾青年出来都是一关呢移动的移民啊，所以大家想要盘得被金造啊，金刀案啊，为什么有金刀案的原因这样嘛？很多国家人家坟墓哪有金刀案，金刀案就是盘得被金造啊，好不？您等下过去看扫盲的时候，那拢金刀案，你拢不要疑问的，脑筋不用金刀案啊，那样呢？金刀案就是因以前到处去流浪啊，干什么吉普赛人判了金造啊，啊，等因落叶归根啊，哎，都不喜欢，所以大家很讨厌华人嘛，拢无贡献当地啊，都排满了钱杀，拢要回归故乡故。啊，西方以欧洲白人还是美国，因到最后这些三项四项都没问题，都最高自我实现。像王建民去那边只把圣卡球投好的喝，啊，哎，美国诶，英国诶，哈利波特诶。家庭主妇把《哈利波特》写的安尼啊，都好，迄自我是，因都因拢免去烦恼这嘛。等台湾就是讲你烦恼下骹，尤其生理需求，所以上面这边都拢袂起，干脆牛啊，逐工伫遐食，啊，拢唔去健康啊，啊，跟鸡母同款的，鸡卵啊，拢唔食，拢唔去生卵啊，有无？恁要大家表现安尼嘛，啊，生出袂形，啊，无形啊，佫看到有形，就变成黄色小鸭爬出来，鸡母生出来变黄色小鸭。啊，台湾人生出来变成中国人，哇，优秀！啊，你我们是中国人，你的身份证以华丽来讲，你们全部都中国人了、啊，你怕不要欠了中国人？所以赶快啊，没有办身份证，赶快去办啦、啊！没骗你啊，你这个连这样这都没有做不到了，你还要什么美国给你妈个上这堆好，你挣钱给你们台湾人，这个你决定了，你都没办法决定了，你还要美国给？干什么？公司董事会把公司的经营权给你？你自己现在都什么身份证搞不清楚啊？我给你，哎，我讲太。他们在抗议了，时间到。好，这个这张最重要，你要记下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我说这需求就是在产生嘛。你本来希望这样，但是你夺到是那样。蔡英文本来要赢马英九，但是却输给他80万票，就掉他。那、啊、他到底出在哪里？华丽一样，你台湾希望独立建国，那有可能？以华丽来讲，根本就无可能嘛。所以这就数学模式，国中、高中是谁的？过了，国中、高中的程度，数理啊强了你就过啊。但是很不幸，台湾现在政治。台面上真人都是数学，国中、高中的都是不行。那时候大家也未提了，改工数理很差，全部跑去背历史地理，啊，结果他变现在在领导我们，就是惠州上面草原的前面的领头羊，跟后边收，咱后边2300万该狂收，哇，那就错误了。所以结果我帮你找出问题了，真正原因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要再相信他们了，我们老爸先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今天我实际用了我。
我研究所 MBA 不是我管理科学不是企业管理，企业变成下山。练脑我都讲就是安尼啦。咱以人类临床类，尤其现在人来的话，大概分三大区：红色这一块、跟黄色这一块、跟蓝色这一块。最开始是下面低等动物、冷血动物这边，跟植物一样。后来有黄色这一块，有没有畸变了嘛？哈，你看得出来这些功能啊？我不强调啊，那个以后有空会再，然后再有空间感。就刚才我为什么用 Google 来给你看？咱台湾都是拢无空间感在用器物。人家讲恁祖先伫中国来，你也相信？你都无空间观念在哪样呢？都那种感情嘛。啊，这里、这一块才最重要，我在脑内这边这一块，咱拢无，这点拢无去加发挥。西方会强就这一块，感觉、判断、思考、规划，我都要规划、成长、移动。啊，恁有啊，恁会移动到这边之后，这一块已经启动了，所以你们才会在这边上课。所以多回去把这几块，之后遇到什么问题不要逃避，都把它思考。我那样呢？那样呢？这一块哦，脑内革命是这一块，你动下去，你就国民党、民进党什么党都不用用了，你到时候直接挑战美国了。哦，你不用担心，跟他们，刚才有人问啊，听跟他们讲的不听，你不要管他嘛，他们要死就死啊，你管他那么多，你自己赶快把这个脑部启化，对吧？大多数讲哦，你拢真聪明，安得好啊，这样就代表伊都诶，我你来啊，讲你假三样那变得很聪明。这边我不知道，你看一下，就大概这样哈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说刚才整话就是我上管理科学也程序都是安尼啊。这个对吧？侬赶快，这种健身身体，你刚才说受到刺激会怎样哈？啊，解决问题的程序都是，你要接受到刺激，然后你要界定问题，然后到最后你要完成任务，大概程序都这样离不开。这个都有标准模式，只是台湾人拢未晓这种欺负啦。啊，什么样拢每一个步骤都不会说，你找别人啊，啊别人那个要给你往头先给你垫啊，你唔知啊，啊都拢骗了了，啊其实给你骗哦，你拢唔知咧，啊你戆戆啊，啊个等你后悔啊，等你知啊上班啦。啊，这个整个到最后，在学术里面，或是我们企业界里面，有时候用管理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，等高级班啊，许工里面网络会的话，你直接可以问我。好，你拿可以 email， 我 email 都有留在这边。管理，因为我太熟悉了，其实管理就要解决前面那些问题。你没有管理啊，你头脑博士硕士都没有用，一定要管理的，然后要有管理的机制，才要帮你解决问题。你没有管理是像柯文哲那个没有用，那选上也没有，那不会管理的。陈水扁是没有管理能力的，他只是英雄人物被选上去，到时候被关，被抓一关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嘞，真的没办法，那没有管理能力。好，那我今天因为电脑的关系，让我按跑来跑去，按了浪费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，但是重点你都讲出来了，啊，我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后来这些都下雨，好啊，结束，哎。各位同学，咱下课休困，然后稍等下吼，三点，等一下三点开始上课，好，现在下课休息一下。